服饰来自不同族群的原住民围成一圈大跳起伏舞，大家又跳又唱，现场气氛相当热闹。这一场在花莲举行的原住民联合祈福祭祖仪式，有来自16个不同族群的原住民，大家聚在花莲丰滨的祭祀会场，先由16族的头目共同举杯坛酒，一起向祖灵祈福。接下来再由各族代表各自进行传统的祈福仪式。各个族群大家一起共同来，来祭祀呢我们自己的祖先，来做一个祈福。那当然，他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说，如何呢把自己传统的文化找回来。那祭品和酒向上天祈福，希望祖灵保佑大家平平安安。各族代表再聚在一起，就是希望后代子孙不要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。我们要面对新的社会，要接受新的潮流，但是呢，不可以把自己的文化、把自己的信仰给抛弃了。有虔诚的祭拜仪式，加上场面热闹的舞蹈，这场联合祭祀典礼场面盛大，就是希望祖灵保佑，让大家日子过得平平安安。记者廖威玲，花莲报道。